好爽啊，好爽。嗯，这才是节目组应该有的态度。对，你们这态度很好，应该要保持下去，拿出这样的态度。我要吃生腌。没人理你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一人退一步，好好的，哗哗一讲完，话一讲完，我被弹出去了。但说实话，原来说这个节目是这样录的，对，这是我们原来说的节目，忙碌了，忙碌了三季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对，原来不是很舒服的，却世界各地。享受美食，看最好的景。舟山，来过来，我陪你。还真是，现在一坐船，我那个感觉一下回来了。对。哇，这海风一吹，贵。虾还不错，炸好又黄了，过瘾。但很粗鲁，这虾。哦，这虾黄看看着真好，我刚才干了一个了。再来一个。我这不在这看的吗？看有没有主要内容呢？哇塞，太贵了。这个，这绝对太酷了。啥呀？你看这。真的，这个一下就一闪爆了，这真的很帅，这个，你好好的吧你，很酷啊，哇塞，闪呀，这好看，怎么样？这家其实还蛮闪的，对啊，最近往帅了搭是吧？就是帅。哎，哇，走开，你们怎么全来了？哦，拳击裤也挺好。是换这个风格呢？终于见到你，我太担心你了。不用担心，我刚刚有一家店特别好。你要把我打扮成手办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把你打扮最酷。真的？就不要走可爱的，是真的。真的。妹妹。什么？我要把你打扮最酷。真的。No。帅啊！泰拳呢？对，泰拳呢。然后拿副拳套，我先备着。你给我找件，找双鞋，找个上衣。不要，鞋一穿就没意思。那就找个上衣。我给你找双袜子。那个上衣其实弄个机车服也挺好。行。就露，这样露一点。哎，那个好像有点拳击服的意思。哦，那个是，看来穿。Yes。但那好像红。你其实就想让我这么穿。Oh baby。对。Sorry。这还真是拳击的。啊 ，Mirror, this way。真热呀！啊，真热。我得想想里面是光着的，但这把裤子遮住了。对，还是买个正儿八经的。但这个确实像。但你那个短裤就掩进去了。对。对。没焦点。浪费那个短裤。给你买双高跷鞋。你买个高跟鞋怎么样？不是，咱不能整变态那种。我现在已经很变态了，你这搭配还是挺帅的，挺帅。或者给你挂个浴巾，找个浴巾。Thank you。好热，这怎么这么热？无法想象，太热了。集中聊一会儿，让我们老师也可以早点休息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集中聊个五分钟。已经聊完了，其实。对，已经结束了。再见。我们俩分到一个车上就是无语了。无语，不想再跟他说话了，歇会儿吧。刚刚那一趴真的太累了。浇过水。浇水人好烦。暴晒。然后再浇，再暴晒。今天这个喷头力量太大了。啊，
这一趴应该很炸，我觉得。拼！啊啊啊啊啊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喷的是我的？哦，他们现在玩水玩上瘾，各种变着法儿。我给你放点睡眠音乐，特别好吃。这个还算上了一会儿，有点凉了。这个冬阴功汤，还有这个，它做的像那种火锅蛋羹一样，下次我们在家可以试一下。还有一个虾饼，海鲜也好吃，很好吃哦。炒饭也好吃，炒饭好吃，炒饭好吃，绝了！而且温度都已经下来了。对，那炒饭很好吃。你这个真的挺凉快的，我穿一身牛仔服，我真的有病，我神经病。你还不穿？40度，我天，我明天绝对不这么穿。你可以买。你一会儿我去看看这是啥。买个这种裤子，买一个短袖，大裤衩、大背心、大拖鞋就完事了。不是又多吗？是啊。然后我跟连哥坐车上，他说我可以上什么？我说当然可以。他说我去右，那我去副驾驶，啪啪啪直接上了主驾驶。不习惯。可以啊，比我想象中吃的要好啊。啊，我还听连哥说有可能就是玩啥游戏输了就没饭吃那种。啊，不会。也没有啊，这不是还是吃挺好的。你赶上好了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是。我前面就特别想说，哎，这不吃的挺好的吗？对，你赶上好了。关键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我们其实不知道，啥也不知道。嗯。哇，连哥坐这车肯定特别难受。还行。是吗？还可以。他坐着就还好。但不能站着，站着就有点费劲了。你好像还能再往后一点。OK 了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逛街是吧？说是买衣服吧。也买不到我的衣服。没事，也买不到我的衣服。你的可以，童装还是有的。你跟我童装。前面每一组给自己编一个剧情，就是两个人遇到了五个坏人，然后你们打败了五个坏人。哎，我跟他一组吧，我跟他一组吧。可以可以。你也真尝试。那么就我就说打，你也知道。完了你就打一下。我说别笑笑，你就来啊。对对，我就说，宣布上就行了。就你们几个小毛雷打你们都不需要我先生出手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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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久没演陈长生了？好演，那还挺好玩。小鹿，你们两个，你们先来了，学一下。来，你那边，我这边。好，嗯。I study. OK. OK. One. Kick. Two. Two.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Oh, sorry. Okay.